是要领多久？领钱领太久，居然掉了性命。新竹这个故事真的有点扯。去年暑假，靠在门边的罗姓男子嫌前面领钱的人动作慢，直接在操场里骂人。中姓男子不甘示弱回呛：“是要领多快？”两个人就为了这领钱速度大吵一架，从超商里头一门往外，吵到最后甚至大打出手。领钱的中姓男子头、眉毛、眼光和鼻梁都被打伤，回家时很闷，找弟弟诉苦，没想到一个小时后却。法医结果发现，人是退化性主动脉瘤破裂导致休克，但家属说死者没有心脏病，死因肯定和超商打架有关，多少伤害。检方认为殴打和暴毙中间有很多因果关系，罗姓男子难辞其咎。我把张新闻播报。